那个接下来这首歌啊，也是一个之前没有去这个，算了，不要问这些，不要在人家场子问有没有去参加过别的活动，对不对？很奇怪。好，像这首歌是我新发的 MV， 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这是我这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歌名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我天哪，好多老朋友，我的妈呀！啊，对不起。然后这本书叫做《弟弟三万尺》，大家有看过朱少麟的《弟弟三万尺》的举手。去读书哈，大家多看书，好吧？啊，然后这首歌也就叫做《弟弟三万尺》，那是迟来十年的图书心得。对我来说，这歌他写了很多我平常可能因为没有看书的时候就不会想到的一些议题，然后会想到一些不一样的措辞跟一些事情，所以加上我觉得这首歌很帅，所以你知道前阵子啊就想说，因为 Get Your Work Done 那首歌在专辑版就非常的就是台湾 Bruno Mars， 你知道，然后弟弟三万尺就是台湾 Imagine Dragons， 然后干嘛笑屁啊，然后我最近一直在想说，我是不要再当什么台湾谁谁谁，我是台湾谁谁谁，我觉得可不可以当世界的廖文强，征服宇宙。好了，好了，说好不提，你为什么又一直？这首歌叫《弟弟三万尺》，然后新 MV 出了。MV 是我自己去欧洲玩的时候带着我的小相机然后随便拍，不然随便剪，可是剪完很帅的一支 MV， 有看吗？有都有的话 views 不会这么惨。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弟弟三万尺，希望你们会喜欢。